对，请看，哇，真的是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其实现在有点老花的关系，同学们不要紧张，他现在搞不懂，近的在哪里，远的在哪里？可是我觉得我会过去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的视力已经开始慢慢日渐模糊了。 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两点胡子是？就是时间不够，所以一个比较粗，一个比较细。那请问这两点是？这两点是，这是他们的，也是胡子，探照灯吗？不是，也是胡子，也是胡子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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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部都是娘子军来的。是的，怕了吧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有很厉害的娘子军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红队的同学。红队是来自桃园的 TKD 女孩，个个都是实力坚强的跆拳道高手，他们将用坚韧不拔的毅力迎接挑战。蓝队是来自台北的无所畏惧队，充满自信，勇于面对挑战的他们将展现过人的默契，迎接强敌。决战冒险王赛制说明，赢得关卡的队伍即可参加戳戳乐累积奖金，获得较高奖金的队伍获胜。超级大满贯游戏规则说明，每队连同主持人共六位，限时内两两一组，将铁罐运送至终点，运送较多铁罐的队伍获胜。超级大满贯，把你们的罐子安全的运送到对方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老师请倒数 3, 2, 1, go！ 加油加油加油！Sorry， 前面有紧急了一点点，有飞了两次出去之后，两趟，后面你们四冠有成功，很厉害。有。那来看看喽，好，从那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很棒。接下来换红队了，红队上场。好，现在换我们的红队上场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老师，请倒数。3, 2, 1, go！ 好，移动的方向。很好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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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棒哦，轻棒，很好，很稳。好，
好，这样哦，这三关就不算了。最后不算，没关系。我们来算一下喽。我们一起来数数，好不好？站中间。来，我来数喽。OK。好，重新这个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七、十八，因为我们两个。哎呀。可惜我们那么没掉就二十二，差一点点。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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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洪队获胜。好，来，一位同学出来抽抽乐。提选择，好，来，哦呦呦呦，跆拳道出发的，果然是跆拳道高手。他那个抽下去有风哎。嘿嘿，来，我们两千五的有四格，两千跟一千五的都有六格，来看看。第一个关卡，我们来看一下洪队，自己开刀烧香薰金，恭喜获得哇，2500。 因为这些大人真的太真诚了，马上出来是我，哇，最高奖金了，哦，所以奖胜三个了，很棒很棒，恭喜你们，马上进下一关卡，Go！方程大作战游戏规则说明，每回合各排一名代表轮流进行叠叠乐挑战，率先倒塌的队伍淘汰。方程大作战，好，这个关卡呢要步步为营，没错，我们的蓝队要先拿喽，是 ，Ready Go！ 敲敲看，哎呦，快很准哦，哎呦，好像轻松利落，很棒，蓝队，叠棒。 哎呦，两个都 pass 哦，这个目前刚开始还没有什么样子的，哎，只能一只手哦。旁边也可以拿哦。另外一手不能扶哦。哎，哦呦，有抓到。拿旁边的话重心就会偏喽。很轻松的感觉哟。加油加油！很棒哦，很棒。好，很好。红队第二棒。哎呦，拿的时候小心一点哦。 90秒的时间哦，放的时候小心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啊小心，孩子们小心啊孩子，哎，哦，轻松，很好，放的时候小心啊孩子，他们好像拦买菜，放的时候小心啊，好像拦买菜，他们拿就走了，放的时候要小心哦，90秒还蛮长的哦，没有那么急，很棒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 很好，放的时候小心哦。看一下平衡，有平衡之后再放手。很棒，哎呦喂！好紧张哦 ，pass， 有点晃哎。可惜，我觉得重心已经开始往我这边移了。有一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自己感觉一下。下面有没有可能？哦，中间应该比较安全。哎哎哎哎哎，轻松哦。 放的时候要小心哦，需要那个吗？箱子不用，好够高。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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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不要换边，或是再把它放过去一点点？对对对对，往右边放一点点。对，往右边放一点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往你的左边放一点。不一定要对齐嘛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对齐。哦，下一个要很小心哦。 pass。 下一个很小心，这个也太晃了吧！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好可怕、啊！我觉得重点是因为他把下面两面都拿掉了。那个哦，第五个，他找到一个很棒的，可是记得哦，抽出来的时候要先等他不晃再。哇，你这个拿了以后，下一步没了。再抽。对，小夏的反作用力。
小心你一抽出来那个瞬间它会晃。压着板都有，所以你可以压着下面一点点，没关系。越慢越好。然后吐出来的时候，哇！No！ 你已经成功。出来的时候，对，有一个 movement 太快了，对，整个就倒下来了。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很旺，刚刚放的时候就已经很旺了，恭喜，已经很厉害了。蓝队同学，蓝队请派一位同学出来测测了。好，蓝队请先回坐。一节，一节好了，来，一节，一节，一节要搓哪一个？好，请坐。因为他感觉这边就是2500，来，对吧？刚刚是2500，当然我们也要拿2500。耶，哦，1500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也是不错。对 ，OK， 紧咬的比数，很棒。OK， 下一关卡 ，Go。天竺鼠车车猜猜王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三名代表轮流摆放天竺鼠车车，与下方题目互相对应时即可得分，得分较高的队伍获胜。天竺鼠车车猜猜王，要猜猜看我们的天竺鼠车车在哪里。如果你放对的话呢，就可以继续玩下一个；如果放错的话，就拜拜，等下一轮，好不好？好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很好，感觉一下天竺鼠车车在哪里。第一位，来，请放。哎呦，不对。第二位，请放。哎呦，拜拜。燕君哥哥，哎呦，哎呦，拜拜。好难哦。你是喂。刚开始很难，刚开始真的很难。拜拜。哎呦，再感觉一下下。哦，再感觉一下下。再感觉一下下。每个都试试看。哎呦，燕君哥哥一副像是他刚刚有在记的样子，有没有？拜拜拜拜拜拜啊！哇，第一个真的好难哦。哎呦，第一个有点难，辛苦要找一下下哦。哎呦，恭喜答对，第一个找到了。哎呀，拜拜。恭喜答对，再找一下哦。哎呀，没有。现在目前1-1哦。恭喜答对。哎呦，2-1。哎呦，没有，但是已经找出三个喽。哎呀，没有。燕君哥哥，恭喜答对耶。拜拜。OK。哎呀，没有。恭喜答对，可不可以把剩下两个抓到呢？把分数吃下来。哎呀，拜拜。下面两个就知道啦。很好，你看我们的马铃薯、泰迪、邮局车车、DJ 车车、西罗摩、巧克力，还有阿比，全员到齐。掌声鼓励！这一回合呢 ，TKD 四答对了3品，无所畏惧答对了4品，恭喜蓝队！紧接着进到 Round Two。好 ，Round Two， 现在呢，欣怡姐姐上场啦。我们目前蓝队暂时领先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感应一下哦。OK， Ready Go。错。吓我一跳。错，叮咚，哇塞，哎呦，错，干嘛深呼吸 ？No no， 错。错了，错，你不要乱动了，因为我眼睛会花。
错啊，错。哦，前面真的很难。叮咚，是哦。叮咚，叮不懂，叮不懂是什么？错。叮咚，错。叮咚 ，no no。叮咚，叮咚。我觉得心理姐姐把第一个放对之后啊，就是让后面的进度就变快了，大家就稍微快一点。好，我们看看成绩哦，我们的两回合加起来呢，哎，战成平手，7-7，每个人都答对7名 ，OK， 恭喜。请各派一位同学出来抽抽乐，各派一位代表，好，来这里，各选一个，拿你们猜拳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他说布，他说布，好，你先。好，可以给我，请搓，很好，哇塞，跆拳道真的厉害，声音都很强哎。好，帮我往前，我们往前走。好，往前，来这里。好，心灵你先开，好。好，我们先开，我们是2500，再加上5000，哇，他拿2500，这个有两个被你们拿走哎。哇，你再拿两个就10000哎。哇塞。好，当然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了。恭喜蓝队可以获得。哇，他们好厉害哦！很厉害耶，无敌强运的这两队。对，哎呦，哎，所以你看，任由卡魔鬼哦，因为福气一样，福气满满了。对 ，OK， 紧接下来呢，我们请我们的红队同学要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跆拳道表演，掌声欢迎。哇塞！哇！哇！哦吼！炸！来来来来来！炸！哇！全部往镜头走过来的时候，我有奇迹兵。其实有压迫感，对不对？哇塞！而且你觉得这五个女孩真的好棒，我觉得她们那个态度，她们刚开始那个做动作，你可以感觉她们力道，像她们整个肉都会抖哎。真的，而且最后那个是一次踢4个，啪啪啪啪。对。哇塞，好厉害哦！吓歪。谢谢你们，让你们看。TKD OK， 马上进下一关卡。下。无敌风火轮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3名代表，将轮胎直线滚动，穿越障碍物即可得分，得分较高的队伍获胜。无敌风火轮真的是把轮子请到了现场啦！是的。到底是哪里想的那么多游戏关卡？好，这个轮子呢，不止呢我们要这样子推的直之外呢，而且要经过这些的棍子。如果经过它棍子没有倒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得分哦。嗯，但是重点是要先直直的往前推。对，而且我发现啊，我们这段路好窄，比考驾照还难。可是燕君哥哥，你上次很多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运气。那你觉得佩博是什么？我觉得就跟有点像保龄球一样。嗯，你出手的时候要直，因为保龄球很多人在打。你在走的时候是直的，可是你球一出去的时候，很多人手指会歪掉。可是你出去的时候要直的，要完全很直。哇，我跟你讲，通常燕君哥哥讲的头头是道之后，他等一下就不会得分。对，没错，都是。很好，现在蓝队先上场，首先是可心同学，加油！无敌
风火轮发射。哦呦呦呦，他有他超值超值超值，这也太厉害了吧。1、2、3、4、5分，漂亮，太厉害了。你知道我怎么会过关吗？问吗？因为他刚刚有听到我在讲。燕俊哥刚刚讲的头头是道，我们来看看实力如何。你看他现在哦很厉害，他在看有没有对齐。你看，哇，真的是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其实现在有点老花的关系，同学们不要紧张。他现在找不到，哎，近的在哪里，远的在哪里？所以老花加近视。在我心中有一把尺，就是这么的直。无敌风火轮，发射！6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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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分。我前面讲的帮我剪掉，因为燕俊哥他每次讲的头头是道，然后后面就拉长，那我很紧张啊。哎，会不会觉得还不错？哎，人正常都这样。莫非今天的路比较窄？全部比较窄，跟上礼拜比窄多了，窄多了，一样啦。OK， 所以就 only one 一分，一分很好。第三位同学，接下来我们要靠这位了，要靠这位了。好，忘掉我刚刚说的话。你要不要问看可心什么？可以靠自己就好。你有什么诀窍吗？可心，可心有诀窍吗？没有诀窍。好，准备好喽！无敌风火轮，发射！来喽！我不懂为什么。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你们这一回合得了11分哎，太强了！我发现我是这个关卡老鼠屎。不要这样讲，我应该是这个关卡里面唯一有驾照的人。然后结果是老鼠屎，结果是一只撞柱的人。没关系，我也会是下一些等一下他们的天竺鼠的老鼠屎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对 ，Round Two， 哇，很厉害。好，现在换我们的红队第一 round， 我们的心理姐姐上场啦。OK， 加油喽！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诀窍？没有。不好说。没有啊！无敌风火轮，发射！6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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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也没碰到。而且重点是他很轻松，他没有瞄半天。他应该想说，刚刚我到底在忙什么？你等一下会看到我更忙，完蛋了。OK， 值得就好了。OK， 亲爱的摄影大哥，我希望可以到你那一岸。可以的。OK， 无敌风火轮。几分？你说几分？六分，没错，你们目前是六分。哇塞！不是那个六分。你是不是觉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摄影大哥刚笑得很开心。他想说你应该过去了，结果你就停在第一个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会过去耶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的视力已经开始慢慢日渐模糊了。其实他是这样子，可是我们看起来是这样。哦，我们两个就是很大的老鼠屎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像你比我大一点。我要讲零分。你两零分，我一分啊。好惨哦。好了，加油啦！好，无敌风火轮。六分。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你们没有在瞄准的意思啊？没有，他们会不会想问我们为什么打，为什么过不去？为什么？你们哎，我觉得你两个队友都满分哎，而且重点是他们满分之后，补了我这个零分，他们十二分哎。对啊，然后我的队友好像比较会做人，他们至少还撞一个。好，恭喜在目前红队领先一分。紧接着 round three， round three。哇，现在换我们的蓝队上场了。对，我们欣姐非常非常的特别，你看她头发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而且很长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她非常有意义。嗯，是不是你跟妈妈说你要跟妈妈一起做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叫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姐姐，她就是有去捐头发过，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，我也想试试看。哦。
刚才镜头前面的，这就是我们欣姐小时候，这是几年级的卷头发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大概一二年级。哦，所以头发很长，那时候留到腰了吧？有吗？记得那个时候几公分吗？剪掉几公分？35公分。那剪的时候你有没有哭哭？就觉得哦，这些头发要离开我了。有，但是我已经留2到3年。哦，因为女生剪头发，因为每个人都很想要长留长，对，你剪那一瞬间有没有很舍不得的感觉？还是你觉得说这个头发我给别给需要的人，或是可以做别的用途，你会觉得很有意义？很棒，嗯。都有，有很有意义。这些可以去帮助那些小朋友，然后戴上去就会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棒，重拾信心，很好。嗯，真的好棒，好，恭喜过关。对，哎，没有，我是要讲这么温馨的时刻，又接连了鬼啊！紧接着就是你要无敌风火轮了。好了 ，OK， 加油喽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好瞄准一下喽 ，OK， 无敌风火轮。15再一次吧，差一点点，跟我一样撞倒了这一个。来，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教大家好了，我不要乱教好了。准备好咯，好，无敌风火轮，发！6分6，不要躲那边，至少1分。哎，这样有1分吗？这样有1分吗？没有，这样没有。哎呀，你近视很深哦。可以了哈，你现在把它对准的意思就对了。滴滴弄，大力一点哦！无敌风火轮，发射！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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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！呀！五分，厉害！好，所以刚才呢，我们是11分，再加5分。我们的蓝队呢，目前是16分，很棒的成绩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换我们的红队上场啦 ，Go！ 红队的第二回合了 ，OK， 加油喽 ，OK， 无敌风火轮，发射！6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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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加3分，耶！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好了，无敌风火轮。我发现你们两个可能是我们的贵人了，没礼貌。我们前两都没有份啊，现在目前12-15，你才是真的贵人。大力一点，直直的，大力一点。OK， 无敌风火轮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刚才呢，我们总共是16分，红队呢总共得了21分。恭喜红队！请派一位同学出来凑凑乐，其他请回座。谁要来凑？就你啦！你们不会再抽到一个2500的吧？最后一个2500被抽到就厉害了。请选择。想想看。想想看。请抽。好。现在目前他们奖学金是5000了。来这里好了。好。多少？5000再加上7000元，很厉害。你们都不抽1500的哦，随便抽到2000、2500，很厉害。OK， 马上进下一关卡 ，Go。超级尖头脑游戏规则说明：根据题目回答问题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超级尖头脑又要来动动脑啦。那今天的第一题题目是什么呢？可以从题目中看出燕俊哥哥等一下会是以什么样的装扮出现呢？来看看我们的题目是：扑克牌是国际上最常使用的游戏牌具，请问扑克牌4种花色代表着什么呢 ？A 4个国家 ，B 4种花朵 ，C 4个季节。哎呦，各位朋友，让我们看看燕俊哥哥。燕俊哥哥今天很帅。哇哦，
poke face， 哇帅耶！你今天一军哥哥，我一直以为你会穿是一整个扑克牌的那个，就没想到你蛮帅的，你是里头的国王哎。我们会精进的。哦，你会精进。因为那个别的节目穿过。哇哦。我们要穿别人没有人穿过。而且听说现在呢，我们现在的那个道具组啊，只要一发明新的道具，或者是一找到新的衣服，就赶快为您量身定做我们的题目。没有错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两片胡子是？就是刚时间不够，所以一个比较粗，一个比较细。那请问这两卷是？这两卷就是，这是他们的，也是胡子。探照灯吗？不是，也是胡子，也是胡子，比较卷而已。哦，对，很棒哦。哇，真的好漂亮哦。对啊，超帅的。超美的，超美的，老 K。哦，老 K，King。很好，那到底这个扑克牌它的四种花色代表什么呢？好好的想一想，有没有穿到身上？有爱心，还有梅花。还有方块，还有黑桃，对，四个花色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是国家还是花朵还是季节呢？数到三，请翻答案板。1、2、3。红队答案是 C， 四个季节。为什么也是四个季节？因为删除法觉得是最有可能的。删除法为什么不是国家？为什么不是花朵？我长得这么美丽，为什么不是花朵？就三重，你觉得季节比较合理就对了。我们这边蓝队的答案是四个国家。为什么是四个国家？是因为好像有在哪里听过。就有在哪里听过。我猜是四个花朵，因为它里面的花纹很像花，很多都是像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也对哦。只有方块不像花，不然其他都像花。蛮像。方块也可以说它是叶子。哦，也对。对不对？答案是什么呢？请公布答案。答案就是，哎呀。四个季节，恭喜，就是四个季节，恭喜红队，红队太强了。好，这个扑克牌的设计跟发明呢，跟这个星象占卜还有天文历法有着很强很强的连接哦。一组扑克牌扣掉鬼牌呢，总共有52张，这代表一年总和52个星期。那四组画色呢，各13张，就代表的四季，一个季节呢13个星期。那红代表白天，黑代表夜晚，所以就衍生出扑克牌占卜啊，吉普赛人能以简洁的方式来预测未来的运势。所以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四个季节，52个星期，四个季节，一个季节13个星期，然后红是白天，黑是夜晚。哎，真的好有意思哦。对，因为我们很常在玩扑克牌，可是不知道它的意义。我们只知道 K 是 King 嘛，Q 是 Queen， 然后。J 是 Jake， 就只知道这样子而已。对，对呀，原来是四个季节。然后玩心脏病都会按到14，然后就被骂。对，没错。好，下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在中世纪时，请问欧洲女主人将扫帚放在门口外代表什么意思呢 ？A. 女主人现在不在家。B. 刚搬入新家。C. 改变家中厄运。哎呦，哎呦，扫帚放在门口。什么意思？这很有趣哎，其实都中世纪，蛮有意思。数到三，请翻答案板。1、2、3。红队答案是 C， 改变家中厄运。为什么觉得是 C？ 因为扫把要扫走厄运，所以会把厄运放在门口。哦，也对哦。那你们也是 C， 你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吗？就是跟他们一样。跟他们一样。跟他们一样。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。女主人现在不在家，这么直接。好，这个欧洲女主人呢，习惯把这个扫帚放在门口外的墙边，借此告诉大家，哎呦，现在女主人不在家哦。那扫帚呢，也是家庭生活中代表女性的象征啊。因此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呢，渐渐衍生出女巫骑着扫帚飞行的说法。但是其实，就像譬如说什么跟改掉厄运啊，或什么之类的，其实好像中国人也有一些习俗，比方说我们搬到一个新家里头。要带着我们的新扫帚跟新扫把，对对，就是代表就是迎接新的气象。对，可能会觉得说以前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或者晦气什么，就不要带到新的地方。对，所以要买新的。对，感觉其实也蛮有趣这种说法，蛮有意思。对，好，下一题老师请出题。台湾习俗中，农人为了庆祝水牛生日会怎么做呢 ？A. 牛耳挂风铃 ，B. 牛耳头粘汤圆 ，C. 牛角绑稻草。牛耳挂风铃好像一首歌的名字。牛耳挂风铃，那个是什么？藤铃挂什么？对。台湾早期是农业社会，所以水牛其实对我们的农业社会来说呢，非常重要。对，甚至是跟家人一样。对，所以呢会特别帮他们庆祝生日。对，庆祝生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？仪式呢？我们数到三，请上答案板了。1、2、3。红队答案是 A，
牛耳挂风铃，为什么今天是牛耳挂风铃？感觉最有可能，就而且感觉还蛮好听的，对不对？而且牛好像身上都会叮叮当当，有些是牛铃，就是挂鼻子上，然后庆祝生日就帮他牛耳挂个风铃，就这样子，风吹来会有风。当当当。还有牛额头挂汤圆，你们觉得不太可能？挂汤圆很黏吧？绑稻草也不可能，很刺吧？很刺。哎，我们这边答案也是 A， 牛耳挂风铃，为什么嘞？它就是庆铃铃铛有声音，就可以让全村的人都知道。知道啊，就知道说，哎，我们家有家人就是过生日了，对的感觉。也是庆祝，而且感觉听到风铃声，心情很好。有点像那个圣诞节那个麋鹿也是挂铃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也是挂铃铛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也是告诉大家铃声多响亮。对，搞不好也是。哎呦，答案就是，请公布，答案就是。牛额头粘汤圆，怎么会这样？来来来，我拿图片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拿图片给大家看，你想想哦，非常非常可爱，粘汤圆。OK， 这是仿牛啦，这不是真的牛，但是呢，古时候那个时候，生日的时候是真的会在牛的头上面粘上汤圆。因为这个台湾呢，自古以农立国，这个水牛呢是所有农人最无怨无悔、最任劳任怨的耕作伙伴。那过去农民习惯在冬至这一天呢进行土地交易，或者是缴交田租给地主，因此呢，冬至这一天呢就会让我们的耕牛呢好好的休息一天。是。那么久而久之之后呢，这一天就变成台湾习俗特有的耕牛生日啦，所以在冬至这一天呢，农民呢会准备汤圆和煮熟的番薯，会将这个汤圆呢粘在这个牛角与额头上面，被称为“姨呀丁”。姨呀丁就是长一岁的意思。而且这个汤圆感觉就很圆满，就觉得有被祝福的感觉。真的没有想到是粘汤圆。对呀，太可爱了。很可爱哦。好的，下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日本的招财猫举手像是跟人打招呼，请问最初是因为猫咪做了什么呢 ？A 抓痒 ，B 抓老鼠 ，C 和猫打架。招财猫举手像是认啊，对啊，而且好像还分左右手，一个是招财，招桃花，对，好像是招财招桃花。请问最初是因为猫咪做了什么事情？是抓痒，还是抓老鼠，还是卖猫打架？猫打架。看一下他们的答案，一二三，红队答案是 C， 和猫打架，为什么？因为感觉他这样很凶，很凶凶的，而且猫打架很恐怖哎，有时候没有看过他们打架，但是他们有时候那个晚上在外面就可以啊，好恐怖哦。猫科动物打架是用抓的，超恐怖的，像狗狗就用犬类就是用咬的哦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手又跑出来，就很像这个招财猫的感觉，聪明聪明。我们这边答案是 B， 抓老鼠。为什么是抓老鼠？因为那个招财猫对人来说就是一个好的象征，所以老鼠就是对猫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就把不好的东西。所以你的意思是猫？猫咪以前是会跟着老鼠说：“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要把你解决掉。”过来，是这样子。OK， 因为他说是最早之前嘛。好，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答对呢？答案就是 A， 抓痒。很可惜，都所以是这样，所以以前的猫咪是这样子才这样子。不是抓自己啦。抓自己OK 好。你那个是比较像猴子在弄你那个猴子，对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呢，在十八世纪末开始流行这个招财猫，它是源自于日本的第二反嘴，就是锦衣直孝。他在猎捕老鹰的回程中呢，偶然经过了这个豪德寺，在门前看见了和尚养的猫在抓痒，看来就像是在对他招手的感觉。后来他就决定啊，那这样子我入寺休息一下好了。结果没想到不久之后呢，天空呢就下了一场大雷雨。所以他悻悻的就躲过了这场大雨，所以就觉得哇，这个猫真的是很厉害呢。所以他看到猫咪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哎，帮他挡掉厄运。对，就是说，哎，进去休息一下，然后没有遇到大雷雨。真的好有典故哦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英文谚语 Have a bad hair day， 有坏头发的一天，请问这句话用来形容什么呢？A 下雨的一天，哎呦 ，B 穿着邋遢的一天 ，C 诸事不顺的一天。Have a bad hair day， 有坏头发的一天，不是 have a bad day， 是 have a bad hair day。有个 hair， bad day 就很简单了 ，bad hair day，
为什么是头发呢？头发又是黑色，是剪坏了呢，还是粘到口香糖，还是淋到酸雨？哦、oh, okay. ，到底是用来形容下雨的一天，还是穿着邋遢的一天，还是诸事不顺的一天？哎、嗯，想一下哦，想一下，这题应该可以来好好的思考一下。所以呢，怎样打板呢？一、二、三。红队答案是 C， 诸事不顺的一天。为什么觉得是这答案？因为是坏头发，所以觉得是视力不顺的一天。哦，因为头发弄坏了之后就觉得啊，今天做什么都不顺利就对了，看什么都不顺眼就对了。哦，好像有点意思。影响心情。对，这边答案是 B， 穿着邋遢的一天。为什么觉得是这答案？因为就觉得坏头发的意思应该是头发很乱，让就是他的服饰也不会就是头发再怎么乱，穿得像这个样子，你会觉得不帅，对不对？ OK， 这边的形容其实都是不好的，可是是针对哪一件事情不好？对， OK， 有没有人答对呢？答案就是 C， 诸事不顺的一天。恭喜红队。当美国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不一定是抱怨他的发型哦，而是呢顶着一头乱发出门见人，的确是会让人家心情不好哦，对不对？甚至会影响一整天的办事效率。因此呢，从口语中衍生出来和头发相关的俚语呢，来形容这是哇，诸事不顺的一天呢。哎，真的，如果头发用不好出门的话，比如说你油油的什么出门，真的会整个心情会不好。对，你心情不好的话，哎，你的那个气势就不好。因为通常弄头发都是一大早，哎，对，所以一大早如果弄得心烦。气躁，你就会觉得啊，你在别弄坏，就会觉得非常的心情不好了。对啊 ，OK， 所以呢是诸事不好的一天。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成绩喽。我们的蓝队答对零题，红队答对两题，恭喜红队同学。红队请派一位同学出来搓搓了。最后一张2000，我不会被你们搓走吧？现在目前他们奖学金呢是7000元，非常的高，最少可以累积到8500元，最多可以到9200元。来看一下，500元，9500元。好，齐全者，耶！来看看多少？好，我们来往前，到底会不会再抽到2000？那就太厉害，最少8500，想要多少？9500，2500，想要多少？再加2000。同学获得9000元奖学金，蓝队同学也可以得到我们精美的奖品。各位同学、各位家长、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下个星期同一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超级总动员。团结肩并肩，有你在我的身边，不怕重重的危险，守护和平的世界，永远站在最前线，打败邪恶的势力，捍卫正义不会变，我们穿越狂风，我们胜过黑暗，闪电永远不妥协，冲冲冲 ，Go！ 激情战士 ，Come on！ 勇敢向前冲，冲冲冲 ，Go！ 激情战士 ，Come on！ 一起向前冲 ，Go！ Go！ Go！ 我们穿越狂风，我们胜过黑暗，我们无畏闪电永远不妥协，冲冲冲 ，Go！ 激情战士 ，Come on！ 勇敢。